大家早，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李委员桂敏发言。主席、议院同仁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2015年台湾的投资代表制的前三名是什么？是贫、闷、难。显见呢，投资人对于台湾的投资的环境，他的信心依然是非常的低落。投资信心的低落呢，从短期上面来讲，看起来好像是受全球景气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讲呢，事实上来讲，投资环境不佳才是根本的一个原因。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本周看到世界银行公布了2016年全球纳税调查报告。在这个报告上面，我们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台湾的租税负担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重。从这个数字上面显示呢，我们看到台湾的租税负担其实是我们亚洲四小龙最重的一个国家。所以从这个资料上面可以显示出来，为什么台湾的竞争力在亚洲四小龙会敬陪末座，这个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听到财政部，我们听到反对租税政策的委员说，台湾的租税已经是全球最轻的啦，已经从2009年把它从 25% 降到 20%， 再从2010年把它的税从 20% 降到 17%， 是全球最低的啦。但是要大家看到世界银行这个报告上面，大家就可以知道所谓的租税负担事实上是企业的真正的租税负担，而不是表面上面的银所税。我们从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上面看到一个更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企业的劳工的相对应的成本，包括了健保，包括了劳保，包括了退休金，我们高达 18.4%。这个数字呢，在整个亚洲地区，我们只低于中国大陆，只低于越南，我们高于亚洲任何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看看中国大陆、越南，它都是共产国家。也就是说，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对于企业的税负呢，事实上是最重最重的。但是我们了解，资金呢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源头，它是一个活水，尤其它是吸引投资的不二的法门。我们要让外人来台湾投资，我们要让台商的资金回流，我们必须要创造台湾的一个投资环境是适宜企业生存的，这样子有企业我们也才能够留过台湾的一个劳工。期许我们的财政部以及我们的全民呢，都能够放下成见，我们要打破台湾是企业低租税的天堂的这样的一个迷思，让我们大家共同为台湾的未来努力。请陈委员欧博发言。本届国会已进入尾声，新的国会即将诞生。在过去国会常给国人议事效力不彰的印象，朝野此刻纷纷提出国会改革的主张。本席希望朝野应适时把握国会改革的契机，坚弃党派之私及所有政治计算，认真并公正面对这重大的政治改革工程，在历史的关键点上面共同致力建构符合人民期待的优质国会，让未来国会能透过代议事功能的完整发挥，有效监督政府施政，也推动更多福国利民的法案，摆脱过去意识形态的对抗，突破国会阻碍不前的困境，这才是国家与人民之福。本席认为国会改革与宪政制度息息相关，国会改革议题绝不是如现在某些政党为了其党内的恶斗或者是选举的操弄所提出来一个警察思想等等反民主酷弊式的一个修法提案，这是民主的倒退。针对国会的改革，我们要的是真正
民主化的国会得以团结台湾社会，因此国会改革应通盘考量宪政制度、选举制度与国会制度间的关联性，职权调减的联动、体制变更的规划及设计等等，这将是一个系统性的民主改革工程。国会改革必须在宪政体制下通盘讨论，整个架构必须要废除监察院、考试院，并配套调整国会选举制度与国会议事规则等等，方能建构符合台湾及当前自由民主宪政规范的单一完整国会。最后的一个会期已然不及完成这样系统性的民主改革工程，但本席期许民主国会的改革进程应持续不断，明年产生的新国会应承担的重责大任，最是不可回避。本席呼吁朝野国会改革要追求的是一个真正民主、拥有改革职权且专业的国会，同时国会运作的之改革应秉持透明化、议事公开原则，强化民主课责机制，也纳入人民参与的机制，开放参与的国会，让国会代表性得以真实反映国会。我相信人民期待的优质国会将是指日可待。请作为李安发言。主席、各位同事、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中国国民党拿人权和比照外籍生为理由，打算今天硬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将停留改成拘留，开放来台读书的中国学生纳入我国健保。人权当然很重要，但健保属于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当然是国民才能享有。中国学生在台湾不用缴税，纳入健保是将排挤健保资源，不但对纳税人不公平，也可能使我们健保财务更加的恶化。不管外籍生或中国生，如果要享用健康保险，台湾有几十家的商业保险供终身选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由政府补助的全民健保？台湾几年前健保因为入不敷出，快要倒闭，才又向人民收取了二代健保，从人民的兼职工作、稿费、主持费等等再去征收。更何况中国一天到晚视台湾为敌国，不但以武力恐吓台湾，更是用上千颗飞弹对准台湾。陆委会不断声称基于人道，应该让终身纳保，台湾人以人道对待，中国却与飞弹回应我们。本席以为终身纳保不只对国人有失公平，对中国谈人道绝对是真心换绝情。中国也没有用对等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台湾留中国的学生，台湾何必用热脸贴中国的冷屁股？大选在即，国人不会认同中国国民党为了选票要硬闯终身纳保，这让缴不起健保费被锁卡的弱势台湾人情何以堪？台湾健保欠费民众高达847,000人，扣除有能力却预缴、已办理分期缴纳以及其他因素预缴人数后，确切没有能力缴费的人也高达60,000多人。但现在政府准备修法，将中国学生纳入健保，以去年的学生数58,810人来计算，就要花掉我们国库3,500万元，台湾人无法接受。特别是因为失业或是其他理由而缴不起健保费用的国人，更是无法接受。我们希望中国国民党目前的执政党不应该只见远方富有亲戚，
不见门前穷苦的家人，请我们反对终身纳保，谢谢。陈委员郑湘、陈委员碧涵及王委员玉明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请秘书长、副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议会出席委员44人，已足法定人数。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副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第14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4年11月20日上午9:44至9:31，10:24至11:53。11月24日上午9:04至10:30，下午5:00至5:12。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陈委员郑湘等110人，请教委员陈委员杰如等2人，主席院长王金平、副院长洪秀柱。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八届第八会期第94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32案、第36案至第39案、第190案至第340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33案至第35案、第40案至第189案、第341案、第360案、第361案、第367案均决定退回审讯委员会重新提出。第342案至第359案、第362案至第362案6案为交通委员会等所提之报告案。第368案至第375案为行政院等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署新型。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32件，乙本院委员咨询部分16件。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9案均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第10案至第15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16案、第18案、第19案、第21案、第22案、第28案、第29案均暂不予处理，第17案、第20案、第23案至第27案、第30案、第31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其他事项，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2案均予以通过。宣读完毕。报议会针对上次会议事录，并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10次会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2案。本院委员郑丽君等20人拟具《国民教育法》第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方案通过，宣读第3案。本院委员郑丽君等20人拟具《高行修等教育法》第4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第4案。本院委员郑丽君等19人拟具《高行修等教育法》第25条及第5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第5案。本院委员郑丽君等20人拟具《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第6案。本院委员陈怡杰等17人拟具《性骚扰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第7案。本院委员孙大千等21人拟具《海关进口税则》第87章增注实际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第8案。本院委员孙大千等21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第9案。本院委员刘正豪等19人拟具《通讯传播基本法》第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第10案。本院委员卢嘉诚等20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34条及第4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第11案。本院委员卢嘉诚等18人拟具《票据法》第12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12案。本院委员周宁安等20人拟具《入受国籍移民法》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
过宣读第十三案。本有委员周年安等十八人拟具《入出国籍移民法》增订第十六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第十四案。本有委员刘建国等十八人拟具《空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第十五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二十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十六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二十一人拟具《立法院质询行使法》第七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十七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十八人拟具《社会救助法》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十八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二十三人拟具《内政部警政署组织法》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十九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二十三人拟具《规费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二十案。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增订第十条至三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二十一案。本院委员姚文智等十六人拟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四条及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二十二案。本院委员姚文智等十六人拟具《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二十三案。本院委员黄伟哲等十六人拟具《企业并购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二十三案。本院委员黄伟哲等十六人拟具《证券交易法》第三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二十五案。本院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拟具《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四条至四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报告院会，报告事项第二十六案至第一百七十一案，其中第二十六案至第二十八案及第三十案，民进党党团及台联党团有异议；第二十九案及第三十一案，民进党党团有异议；第三十二案至第三十四案，台联党团有异议；第三十五案至第一百七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逐案列入公报记录，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宣读后均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二六案至一七案为本院委员林玉芳等拟具《国军老旧政策改建条例》，委员吕先生等拟具《现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委员赖世葆等拟具《国营国际机场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委员吕先生等拟具《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委员蒋乃馨等拟具《国军老旧政策改建条例》，委员陈淑慧等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委员廖国栋等拟具《公职员选举罢免法》，委员谢国良等拟具《台湾地区大多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委员杨英雄等拟具《离岛建设条例》，民进党党团拟具《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委员叶一静的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委员李坤泽的拟具《石油管理法》《公职员选举罢免法》，委员李俊的拟具《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台湾地区大多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议事规则》《审计法》《法官法》《总统职务交接条例》《中华民国宪法》，委员李英勇的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超越缔结法》《警察职员行使法》《中华民国刑法》《公职员选举罢免法》，委员尤美女的拟据《公职员选举罢免法》《台湾地区大多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政治档案法》《赦免法》《废止核能发电条例》《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国家人权委员会职权行使法》，委员田秋瑾的拟具《环境基本法》，委员何新纯、吴炳瑞等分别拟具《警察职权行使法》，委员刘建国的拟具《定业法》，委员林奈华的拟具《石油管理法》，委员邱志伟的拟具《公民投票法》《高级中等教育法》，委员邱颖的拟具《石油管理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议事规则》，废止《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共同管道法。委员姚文正等拟具《国家安全法》《中华民国刑法》《公职员选举罢免法》《公职法》《国家机密保护法》《都市计划法》《陆海空军刑法》，委员段义康等拟具《台湾地区大多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委员高志鹏、徐天才等分别拟具《公职员选举罢免法》，委员陈其迈等拟具《土地征收条例》《公职员选举罢免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议事规则》，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警察职权行使法、人民团体法、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新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委员陈明文等女性中资来台投资管理条例、立法院议事规则、委员陈廷飞等女性石油管理法、警械石油条例、警察服饰条例、警察法、警察职权行使法、政府资讯公开法、个人资料保护法、教育基本法、高级中等教育法、国家教育研究员组织法、国民教育法、幼儿教育及照顾法、技术及职业教育法。委员陈汤山、陈杰如等分别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委员赵天麟等拟具《石油管理法》，委员郑丽君等拟具《台湾电力公司龙门核能电厂停建特别条例》，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国家安全法、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条例、公民投票法、邮政储蓄汇兑法，委员肖美琴等拟具《难民法》，委员薛令等拟具《公职员选举罢免法》、《台湾地区大多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拟具《和四条民权公民投票特别条例》、《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组织法》、《台湾地区大多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公职员选举罢免法》、《废止战事受理平均处理条例》、《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政府资讯公开法》。委员周明安等拟具《档案法》，委员叶静玲、台湾团结联盟党团分别拟具《立法院组织法》。委员叶静玲等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公务人员退休法》、《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委员赖正昌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拟具《公益事业管理法》、《预算法》。委员周尼亚等拟具《警察职权行使法》、《国家安全法》。委员赖正昌等拟具《国民教育法》、《共青中等教育法》、《课程审议委员会组织及运作条例》。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拟具《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委员周尼亚等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拟具《中国人权法》等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用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请继续宣读报告事项第172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用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宣读173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洗钱防治法》第三条、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之一、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通讯保障及宪法》第五条、第三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及《证人保护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报告院会，报告事项第174案至第180案，其中第174案至第177案及第180案，民进党党团及台联党团有异议。第178案台联党团有异议，第179案民进党党团有异议，逐案列入公报记录，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宣读后均退回程序委会重新提出。174案至180案为行政院函请审议《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国营国际市场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国营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民选地方行政首长新级退职抚恤条例》、《幼儿教育及照顾法》、《行政法人放射性废弃物管理中心设置条例》等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用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请继续宣读报告事项第18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中华民国输入规定》F01、F02货品分类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用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院会，本案民党党团及台联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宣读182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第三条附表一及第六条附表五，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卫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院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183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多氯联苯 PCBS 及多氯富南 PCDF 血液浓度异常值基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卫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184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医师法施行细则》第一条之一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卫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184案。184案，报告院会184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宣读18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废止食品中甲醛之检验方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用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186案。
卫生福利部函文修正是品种甲醛酯检验方法二 MOHWA0004.02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修正187案。卫生福利部函送邮政患者健康照护补助基准及定期健康检查项目，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修正188案。卫生福利部函文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附录 HC 重金属检查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18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国港罕见疾病新增营利及黄斑部失养症等二项疾病，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19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私立老人福利机构设立许可及管理办法第五条及第七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19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齿模制造技术员从业管理办法第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192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应申请登录时的营业制食品业者类别规模及实施日期，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193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中霉菌毒素检验方法黄曲毒素之检验 MOHWA0001.03，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193案。卫生福利部函送有关倾诉于新北市芦洲区及五股区设立日间照顾中心之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195案。行政院函为修正毒品之分级及品项部分分级及品项，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宣读196案。行政院函为修正行政院及各级行政机关诉愿文书使用收费标准第三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宣读197案。行政院函为104年7月1日修正公募制公司法第五章第13节条文，定自104年9月4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198案。行政院函为修正水污染防治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199案。行政院函为消费者保护团体评定办法名称修正为优良消费者保护团体评定办法，并修正第四条、第十条及第1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200案。行政院函为修正国有财产赠与寺庙教堂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01案。行政院函为外交部本年度办理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处馆舍购置计划预算不符，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1亿1517万8000元之应，仅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报议会。本案台联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财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宣读202案。行政院函为内政部为办理补助直辖市县市政府购置各项消防救灾装备所需经费不符1亿1847万8000元，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之应，仅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财政内政两委员会报议会。本案台联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财政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宣读203案。行政院函为教育部体育署为颁发光州世界大学运动会等绩优运动选手及有功教练奖励金不符，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1亿7293万9000元之应，仅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财政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报议会。本案台联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财政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宣读204案。司法院、行政院司法院函送收容申请事件移送及远距审理作业实施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通过宣读205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华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计划执行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06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华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专业付费执行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
通过宣读207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104年度一至九月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之相关广告汇整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08案。财政部函送中央政府债务基金104年度第四季预计债务还本明细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09案。财政部函送烟酒事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10案。财政部函回修正财政部公益财权监理委员会组成办法第三条及第十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11案。财政部函回修正优质企业认证及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11案。财政部函回修正海关征收柜费个位则部分条文及第七条附表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13。国家安全局函回修正国家情报研习报告分发及管理办法第二条及第三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通过宣读213。内政部函回修正阳明山国家公园范围内申请采摘建筑包括石竹笋作业要点第四点、第五点及第七点规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15案。内政部函回修正财团法人及非营利社团法人从事跨国性婚姻媒合许可及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216案。内政部函回修正死亡资料通报办法第六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17案。内政部函回修正警察刑事记录证明收费标准第二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18案。内政部函回废止设置合作农场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19案。内政部函回修正各机关申请提供户籍资料及亲等关联资料办法第七条、第九条之一及第十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20案。内政部函回修正中央警察大学入学及招生考试规费收费标准第三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21案。内政部函回修正消防设备师及消防设备师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22案。内政部函回修正替代役实施条例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223案。内政部函回修正替代役难出境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224案。内政部函回修正因公亡故替代役难安葬纪念表扬实施办法第八条及第十六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25案。内政部函回修正替代役难辅导教育办法第二条及第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26案。内政部函回修正替代役难薪俸地域加计及主副食费发放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27案。内政部函回修正替代役难奖惩办法第二条、第八条及第二十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28案。内政部函回修正替代役难提前退役办法第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29案。内政部函回修正一般替代役难训练服刑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报议会本案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内政委员审查，宣读230案。内政部函回修正替代役难请假规则第四条及第十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31案。内政部函为研发替代役甄选训练服役实施办法名称修正为研发及产业迅速替代役甄选训练服役实施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232案。内政部函为研发替代役研究发展费缴纳标准名称修正为研发替代役研究发展费及产业迅速替代役产业迅速费缴纳标准，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宣读233案。内政部函为修正服兵役役男家属生活服助实施办法第三条及第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34案。
内政部函送移民署104年第一季至第三季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从事专业交流及商务活动交流抽查方式统计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报员会本案民党党团及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询卷轴235案。经济部函为修正第一级公用天然气事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管理办法第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36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地下水藻井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37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公用天然气事业供气计划之内容格式与提报期限及其他相关事项，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38案。经济部函为公告自由贸易港区事业输往欧盟资自行车、螺丝及太阳能产品等30类货品，应先经该部核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39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公司之登记及认许办法第1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40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禁止类制造业产品项目部分项目，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报员会本案民党党团及台联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其宣读241案。经济部函为修正计程车计费表检定检查技术规范，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报员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242案。经济部函送公司法第356条自身第二项之一定比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报员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其宣读243案。经济部函为修正会计师查核签证公司登记资本额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报员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244案。经济部函为修正餐具土石免试办土石采取许可管理办法第2条及第3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45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应试检验钢缆商品之相关检验规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46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公用天然气事业会计处理准则第30条附件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47案。经济部函送网际网络零售业及网际网络零售服务平台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及义务终止后个人资料处理作业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报员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248案。经济部函送兵问热心开引机容许耗用能源基准与能源效率分级标示事项方法及检查方式，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49案。经济部函送温热型开引机容许耗用能源基准与能源效率分级标示事项方法及检查方式，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50案。经济部函为有关该部及相关部会拟于本104年11月下旬与中国大陆召开 ECFA 货品贸易工作小组第12次会议，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报员会本案台联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251案。另以经济部函为有关该部投资业务处拟与中国大陆召开两岸经合会投资工作小组本年度第2次会议，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报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及台联党团有异议改交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252案。经济部内政部函为商业团体分业表征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管理商业团体业别名称修正为金融机构债权回收管理商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通过宣读253案。行政院农业委会函送行政院农业委会推动学术与研究机构参与产业创新及研究发展补助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报员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253案。行政院农业委会函为修正未产生经济效益之非都市土地之国土保安用地及生态保护用地认定标准第2条及第4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55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农药管理法》施行细则第4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5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第5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
中国圈多少五千？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函为修正办理政策性农业专案贷款办法第19条及第31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经济委员会。中国圈多少五班？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公立动物收容处所管理规则，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经济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局宣读25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饲料及饲料添加物追溯追踪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经济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26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动物运输车辆及装载箱笼清洗消毒措施，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61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政府部门执行权照护管理规则，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62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修正检举违反动物保护法案件奖励办法第5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63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动物保护奖励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63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公告，匈牙利及西班牙为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肺疫区，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65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检举违反饲料管理法案件奖励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6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据攻击性宠物及其出入公共场所该采取之防护措施，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67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仅送有关在不破坏水土保持原则下容许于林间种植作物以促进土地权利人收益案之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宣读268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内政部函为修正从事农业工作农民申请参加农民健康保险认定标准及资格审查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通过宣读269案。行政院主计总处函为修正行政院主计总处专业奖章颁给办法第1条、第5条及第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27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排放管道中氢化氢测定法离子选择电极法 NIEA 47.71，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271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烟道排气中氢化氢测定法离子选择电极法 NIEA 47.70，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27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环境用药禁止含有成分检测方法气象成绩指谱法 NIEAD 910.02B， 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27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环境用药禁止含有之有效成分检测方法气象成绩指谱法 NIEAD 910.01B， 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27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有害健康物质之种类，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27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环境影响评估初建审查收费办法第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27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水污染防治各项许可申请收费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277案。交通部函为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交通委员会。通过宣读278案。交通部函为修正公路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第13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交通委员会。通过宣读279案。交通部函为修正船舶防火构造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交通委员会。通过宣读280案。交通部函送游览车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交通委员会。通过宣读281案。交通部函为修正观光游乐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交通委员会。报议会本案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宣读282案。交通部函为修正航空产品与其各项装备及零组件适航检定管理规则第1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交通委员会。
通过宣读二八三。交通部函送停车场敬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及处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通过宣读二八三。交通部函为103年10月27日订定发布之《船舶运送业投保营运人责任保险及旅客伤害保险办法》，并自105年1月1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通过宣读二八五案。交通部函送核定台湾高铁公司函报票价调降于新增苗栗彰化云林三站后票价。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移交交通委员会。报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宣读二八六案。交通部教育部函为修正《民营汽车驾驶业训练机构管理办法》部分条文及相关附件。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移交交通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通过宣读二八七案。交通部内政部函为修正《大众捷运系统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处理及审核办法》第十条及第十七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也请移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通过宣读二八八案。考试院函为废止《判用人员判用条例施行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宣读二八九案。考试院函为修正《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普通考试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保险工人考试规则》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条文及第七条附表，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宣读二九零案。考试院函送《国家考试围场安全及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宣读二九一案。考试院函为修正市场规则部分条文与监场规则部分条文第五条附表一及第六条附表二，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宣读二九案。考试院函为修正考纪委员会组织规程第二条条文及公务人员升迁法施行细则第七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宣读二九三。金融监督管理委员函为修正《票券商从事短期票券之买卖面额及承销之本票发行面额规定》第二点，程序委员会意见，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二九四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函为修正《公开发行公司独立董事设置及应遵循市场办法》第三条条文及《股票上市或于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公司薪资报酬委员会设置及行使职权办法》第六条、第十三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二九五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函为修正《证券商负责人与业务人员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二九六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函为修正《期货商负责人及业务员管理规则》第七条及第七条之一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二九七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修正《信用合作社资源代表理事、监事、经理人应具备资格条件及选聘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二九八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修正《证券商办理证券业务借贷款项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二九九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函修正银行负责人应具备资格条件兼职限制及应遵行事项准则第三条之一、第三条之二及第十二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三百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函修正金融控股公司发起人负责人应具备资格条件负责人兼职限制及应遵行事项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三零一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函送资讯服务业及金融科技业为经主管机关认定之金融相关事业规定，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三零二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函为修正商业银行投资有价证券之种类及限额规定第三点规定，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三零三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函为修正受托机构募集或私募不动产投资信托或资产信托受益证券处理办法第十二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三零四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函修正银行办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业务内部作业制度及程序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三条及第二十五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移交财政委员会。通过宣读三零五案。劳动部函为修正事业单位劳工退休准备金监督委员会组织准则第一条、第八条及第十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三零六案。
劳动部函为修正外国人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资格及审查标准第24条之二及第24条之四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向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令确认。劳动部函为修正办理劳工体格与健康检查医疗机构认可及管理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向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令八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劳工保险失能给付标准第4条之一第8条条文及第3条附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向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令九案。劳动部函为公告增列劳工保险之业病种类项目，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向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一零案。劳动部还会修正取得华侨身份香港澳门居民聘雇及管理办法第3条第7条及第8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一案。劳动部还会修正就业保险之职业训练及训练经费管理运用办法第12条及第1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一二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劳工保险职业灾害保险适用行业别及费率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一三。劳动部函为修正劳动部出务规则第5条及第19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一三。国防部函送104年度第二季公款补捐助团体及私人情形介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一五案。国防部函为修正陆海空军惩罚法施行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委员会，本案民党党团及台联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宣读三一六案。教育部函为修正高职中等学校组织设置及员额编制标准第4条及第8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委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三一七案。教育部函为修正高级中等向学校学生就学代管办法第10条及第11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委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三一八案。教育部函送运动裁决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实施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委会，本案民党党团及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三一九案。教育部函为修正国立大学校园校务基金管理及监督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委会，本案民党党团及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三二零案。教育部函送高协助等向学校推动教师及学生取得证照及参与记忆竞赛奖励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二一案。教育部函送补助奖励及辅导社区大学发展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二二案。教育部函送技专校院专业科目或技术科目之教师业界实务工作经验认定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委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三二三案。教育部函为废止国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监察人及艺术总监利益回避适用范围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二四案。教育部函为废止国立中正文化中心绩效评鉴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二五案。教育部函为废止国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及经常人联聘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二六案。教育部函为废止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公有财产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二七案。教育部函为修正国光体育奖章及奖助学金颁发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委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三二八案。教育部函为绩优身心障碍运动选手及其教练奖励办法，名称修正为绩优身心障碍运动选手及其有功教练奖励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二九案。教育部函为废止高级中学法施行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三零案。教育部函送运动裁决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实施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宣读三三零案。本案
民进党党团及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宣读331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函，委员修正国军退出役官兵就养安置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议会，本案民进党党团及台联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就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宣读332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函，委员修正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各荣民服务处组织准则第三条第五条条文及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台北市荣民服务处编制表等19项编制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报告议会，本案民进党党团及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宣读333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104年第三季退伍军人社会团体活动经费补助情形说明，主管补助团体及个人经费执行情形明细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议会，本案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宣读334案。文化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修正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第7条之一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经济两委员会。通过，宣读335案。文化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修正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第15条之一及第1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经济两委员会。报告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教育及文化经济两委员会审查，宣读336案。文化部函为修正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绩效评鉴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告议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337案。文化部函为修正遗址监管保护办法第8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宣读338案。文化部函为修正文化部促进民间提供适当空间供文化创意事业使用奖励或补助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告议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宣读339案。文化部函送104年1至8月份接受外界捐赠款明细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宣读340案。司法院函送103年司法院所属机关通讯监察业务统计年报，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议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宣读331案。司法院函为修正各级法院团体绩效评比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宣读332案。司法院函送大法官助理遴聘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议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宣读33案。中央研究院函为修正中央研究院处务规则部分条文及中央研究院编制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报告议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宣读344案。外交部函送亚太经济合作商务旅行卡规费收费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通过，宣读345案。外交部函送我国与美国遗失失窃及注销护照资讯分享协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通过，宣读346案。法务部函送103年度通讯监察之相关统计资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议会，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宣读347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送104年度第三季补捐助经费一览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报告议会，本案民党党团及台联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宣读348案。经济部函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中油公司石油及石油化学相关管线征安检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处理。报告议会，本案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决定，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宣读349案。行政院函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市政及法制业务冻结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业务经费75万元之解冻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处理。
房委会本案台联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报告委员会，报告事项第350案以下一并宣读，宣读后出第359案及第360案，民进党党团及台联党团有异议，第362案台联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外，其余各案均准予备查。350案至353案为本院交通委员会函，有关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业已处理完全，均准予动之。354案至357案为本院内政委员会函，有关蒙藏委员会函送103年第一届媒体广告季报表等案，业经审查完全，均准予备查。358案为本院交通委员会函，有关10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等12案，均已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报请院会存查。359案及360案为本院财政内政外交及国防经济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报委员会函，有关中华民国102及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半年计算及查核报告含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应已送达超过一年以上，依决算法第28条一直提报院会。361案及362案为本院财政内政两委员会报告审查相关人民团体请愿案，经审查结果均不成为议案。363案至375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严委员宽恒、吴委员玉生、李委员桂敏、陈委员碧涵、王委员玉敏、简委员东明、罗委员淑蕾、赖委员世宝、罗委员明才、潘委员维刚、蒋委员南兴等所提临时听案之严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丁委员手中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10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卢委员修言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60件。宣读完毕。报告会现在处理朝野党团协商结论，请议事人员宣读。宣读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4年11月27日上午9:20，地点议场主席办公室。决定事项一，请各党政团于12月3日星期四中午12时前提出国会改革法案并立协商。二，本第八会期停会日期以104年12月16日星期三至12月31日星期四案于第12次院会表决。主持人王金平，协商代表赖世宝、林德福、李同豪、赖正昌、蔡其昌、柯建明、李桂敏、叶金玲、周尼安、陈廷飞。宣读完毕。行委员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做以下宣告：104年11月27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经决定如下：一，请各党政团于12月3日星期四中午12时以前提出国会改革法案必立协商。二，本第八会期停会日期以104年12月16日星期三至12月31日星期四案于第12次院会表决。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今天审议经济及交通委员会补送列入审查总报告部分，请宣读财政委员会会诊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简送经济交通两委员会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公务部分审查报告，请提报院会并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案讨论。经济交通两委员会审查结果均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经济委员会由邱召集委员议营，交通委员会由罗召集委员淑蕾、陈召集委员欧博出席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委员会召集委员补充说明，先请经济委员会邱召集委员议营补充说明。邱委员不在场，没有说明。继续请交通委员会罗召集委员淑蕾补充说明。罗委员不在场，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依处理预算案之议事程序，按各委员会审查单位主款宣读后均暂行保留，视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我们进行逐条宣读各委员会审查结果。经济委员会依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请宣读。
一、岁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十项国家发展委员会无列数，第十一项档案管理局照列，第十六项公平交易委员会改列为2亿元，第130项经济部改列为6957万4000元，第131项工业局，第132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第133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第134项智慧财产局，第135项水利署及所属，第136项中央中小企业处，第137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第138项中央地质调查所，第139项能源局，第155项农业委员会，第156项林务局，第157项水土保持局，第158项农业试验所，第159项林业试验所，第160项水产试验所，第161项畜产试验所均照列，第160项家畜卫生试验所无列数。第163项农药毒物药物试验所，第164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160项茶叶改良场，第166项种苗改良繁殖场均照列。第167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第168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第169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第170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第171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均无列数，第170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照列，第173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无列数，第174项农业渔业署及所属，第175项动植物防疫检验局及所属，第176项农业金融局，第177项农粮署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暂停保留，请宣读第三款规费收入。第三款规费收入，第十项档案管理局，第100项经济部，第101项工业局均照列，第102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改列为9亿8064万1000元，第103项智慧财产局，第104项水利署及所属，第105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第106项能源局，第120项农业委员会，第122项林务局，第123项水土保持局，第124项农业试验所，第125项林业试验所，第126项水产试验所，第127项家畜卫生试验所，第128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第129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130项茶叶改良场，第131项种苗改良繁殖场，第132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第133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第134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第135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第136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第137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第138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第139项渔业署及所属，第140项动植物防疫检验局及所属，第141项农业金融局，第142项农粮署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三款规费收入暂停保留，宣读第四款财产收入。第四款财产收入，第6项行政院第二目投资收回无列数，第12项国家发展委员会，第13项档案管理局，第18项公平交易委员会均照列，第141项经济部改列为5亿5975万9000元，第142项工业局，第143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第144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第145项智慧财产局，第146项水利署及所属，第147项中小企业处，第148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第149项中央地质调查所，第150项能源局均照列，第166项农业委员会改列为511万9000元，第167项林务局，第168项水土保持局，第169项农业试验所，第170项林业试验所，第171项水产试验所，第170项畜产试验所，第173项家畜卫生试验所，第174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第175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176项茶叶改良场，第177项种苗改良繁殖场，第178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第179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
第180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第181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第128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第183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第184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第185项渔业所及所属，第186项动植物防疫检验局及所属，第187项农业金融局，第188项农粮署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4款财产收入暂行保留，宣读第5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5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1项行政院第2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暂照列，四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后暂行调整。第6项经济部除第1目营业基金盈余缴库暂照列，四所属营业基金审议确定暂行调整外，其余照列。第8项农业委员会照列。宣读完毕。第5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暂行保留，宣读第7款其他收入。第7款其他收入，第12项国家发展委员会，第13项档案管理局，第18项公平交易委员会，均照列。第145项经济部改列为3亿6448万4千元，第146项工业局，第147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第148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第149项智慧财产局，第150项水利署及所属，第151项中小企业处，第152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第153项中央地质调查所，第154项能源局，第171项农业委员会，第170项林务局，第173项水土保持局，第174项农业试验所，第175项林业试验所，第176项水产试验所，第177项畜产试验所，第178项家畜卫生试验所，第179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第180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181项茶叶改良场，第182项种苗改良繁殖场，第183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第184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第185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第186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第187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第188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第189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第190项渔业署及所属，第191项动植物防疫检验局及所属，第190项农业金融局，第193项农粮署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7款其他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二税出部分第2款行政院主管。二税出部分第2款行政院主管，第7项国家发展委员会改列为282,966,3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4项。第8项档案管理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第13项公平交易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5项。宣读完毕。第2款行政院主管暂行保留，宣读13款经济部主管。第13款经济部主管，第1项经济部改列为237,2640,3000元，本项提案一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47项。第2项工业局照列，本项提案3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4项。第3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3项。第4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改列为22,1709,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6项。第5项智慧财产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项。第6项水利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0项。第7项中小企业处照列，本项通过决议8项。第8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5项。第9项中央地质调查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项。第10项能源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9项。宣读完毕。第13款经济部主管暂行保留，宣读第19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19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1项农业委员会改列为956,6250,3000元，本项通过决议39项。第2项林务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4项。第3项水土保持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7项。
第四项农业试验所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五项林业试验所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六项水产试验所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七项畜产试验所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八项家畜卫生试验所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九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十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十一项茶叶改良场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三项。第十二项种苗改良繁殖场，第十三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第十四项毛栗区农业改良场，第十五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第十六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第十七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第十八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第十九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均照例。第二十项农渔业署及所属照例，本项通过决议十二项。第二十一项动植物防疫检验局及所属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五项。第二十二项农业金融局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二十三项农粮署及所属改例为3,104,947,000元，本项通过决议十项。有关正式别岁初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第十九款农业委员会主管暂行保留。继续宣读交通委员会依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依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十七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第十九项公共工程委员会，第140项交通部，第141项民用航空局均照列。第142项中央气象局无列数，第143项观光局及所属照列，第144项运输研究所无列数，第145项公路总局及所属照列。宣读完毕。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暂行保留。宣读第三款规费收入。第三款规费收入，第十五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照列，第十七项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无列数，第十八项公共工程委员会照列，第107项交通部改列为232,4959,700元，第108项民用航空局，第109项中央气象局，第110项观光局及所属，第111项公路总局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三款规费收入暂行保留。宣读第四款财产收入。第四款财产收入，第十九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第21项公共工程委员会均照列，第151项交通部改列为3,190,100元，第152项民用航空局，第153项中央气象局，第154项观光局及所属均照列，第155项运输研究所改列为228万元，第156项公路总局及所属照列。宣读完毕。第四款财产收入暂行保留。宣读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七项交通部除第一目营业基金盈余缴库，第二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均占照列，四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暂行调整外，其余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暂行保留。宣读第七款其他收入。第七款其他收入，第十九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无列数，第21项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第22项公共工程委员会，第155项交通部，第156项民用航空局，第157项中央气象局，第158项观光局及所属，第159项运输研究所，第160项公路总局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七款其他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二税出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二税出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十四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改列为11,0804,300元，本项通过决议十九项。第十六项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三项。第十七项公共工程委员会改列为37,675,000元，本项通过决议八项。宣读完毕。第二款行政院主管暂行保留。宣读第十四款交通部主管。第十四款交通部主管，第一项交通部改列为554,103,700元，本项通过决议42项。
第二项民用航空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7项。第三项中央气象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9项。第四项观光局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1项。第五项运输研究所改列为4,970,700元，本项通过决议11项。第六项公路总局及所属改列为5,260,923万元，本项通过决议31项。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第14款交通部主管暂行保留。报告院会，本案各款预算及决议均暂行保留，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两岸双方领导人于本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建请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5条12规定，邀请总统至本院进行国情报告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案经第八会期第10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讨论事项第三案，教育经费编列及管理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四会及第11次会议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讨论事项第四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七会及第16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讨论事项第五案，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八会及第10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讨论事项第六案，卫星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八会及第10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讨论事项第七案，有线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八会及第10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讨论事项第八案，广播电视垄断防治与多元维护法草案。本案经第八会及第10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讨论事项第九案，产业创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八会及第10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讨论事项第十案，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第36条之2及第36条之4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八会及第10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讨论事项第11案，本案委员蔡正元等50人拟具公投提案主问为：你是否同意我国不能废除死刑，请公决案。本案经第八会及第10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讨论事项第12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4年10月5日及7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由杨召集委员于新担任主席，邀请卫生福利部长部长秉煌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另邀请司法院等派员列席备询。经与会委员充分讨论审慎研酌后，将本3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本法案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由召集委员杨玉兴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杨伟玉兴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宣读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法案名称：本院委员王玉明等21人，委员卢秀燕等21人及委员王玉明等33人分别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协商时间104年11月5日12时35分至14时8分，协商地点群贤楼802会议室。协商结论：一、通过条文第7条条文予以修正；第29条条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第33条之1条文予以修正；第33条之2条文予以修正；第90条之2条文予以修正。二、通过附带决议1项。主持人杨玉兴，协商代表王玉明、苏清泉、李坤泽、柯建明、徐少平、郑汝芬、赖正昌、林德福、
赖世宝、周尼安、陈杰鲁、李桂敏、蔡其昌、陈廷飞、林淑芬、李同豪，宣读完毕。请问议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逐条讨论时，经依协商结论处理。请宣读《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第七条。第七条，本法所定事项，主管机关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就其权责范围，针对儿童及少年之需要，尊重多元文化差异，主动规划所需福利。对涉及相关机关之儿童及少年福利业务，应全力配合之。主管机关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均应办理儿童及少年安全维护及事故伤害防治措施，其权责划分如下：一、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福利政策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相关事宜；二、卫生主管机关，主管妇幼卫生、生育保健、早产儿通报、追踪、访视及关怀服务，发展迟缓儿童早期医疗、儿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医疗、复健及健康保险等相关事宜；三、教育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教育及其经费之补助、特殊教育、学前教育、安全教育、家庭教育、中介教育、职涯教育、休闲教育、性别平等教育、社会教育、儿童及少年就学权益之维护及儿童客户照顾服务等相关事宜；四、劳工主管机关，主管未满十五岁之人劳动条件维护与年满十五岁或国民中学毕业少年之职业训练、就业准备、就业服务及劳动条件维护等相关事宜；五、建设公务消防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维护相关之建筑物管理、公共设施、公共安全、建筑物环境、消防安全管理、游乐设施、亲子厕所盥洗室等相关事宜；六、警政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人身安全之维护及处罚预防、失踪儿童及少年、无意儿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监护人之协寻等相关事宜。其法务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处罚预防矫正与犯罪被害人保护等相关事宜。八、交通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交通安全、幼童专用车检验、公共停车位等相关事宜。九、通讯传播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通讯传播视听权益之维护、内容分级之规划及推动等相关事宜。十、户政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身份资料及户籍等相关事宜。十一、财政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税捐之减免等相关事宜。十二、金融主管机关，主管金融机构对儿童及少年提供财产信托服务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相关事宜。十三、经济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相关商品与非机械游乐设施标准之建立及游戏软体分级等相关事宜。十四、体育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体育活动等相关事宜。十五、文化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艺文活动、乐听权益之维护、出版品及录影节目带分级等相关事宜。十六、其他儿童及少年福利措施，由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依职权办理。宣读完毕。第七条，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对不起，第二十九条维持现行法条文，宣读增订第三十三条之一。第三十三条之一，下列场所附设之公共停车场，应保留2%之汽车停车位，作为孕妇、育有六岁以下儿童者之停车位。汽车停车位未满50个之公共停车场，至少应保留一个孕妇、育有六岁以下儿童者之停车位，但汽车停车位未满25个之公共停车场不在此限。一、提供民众申办业务或服务之政府机关构及公营事业；二、铁路车站、航空站及捷运交汇转乘站；三、营业场所总楼地板面积1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货公司及零售式量饭店；四、设有儿科病房或产科病房之区域及以上医院；五、观光游乐业之园区；六、其他经各级交通主管机关公告之场所。前项停车位之设置地点、空间规划、使用对象与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交通主管机关会商建设、公务、消防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增订第三十三条之一，照协商条通过，宣读增订第三十三条之二。第三十三条之二，下列场所应规划设置适合六岁以下儿童及其照顾者共同使用之亲子厕所盥洗室，并附设儿童安全座椅、尿布台等相关设备。一、提供民众申办业务或服务之场所总楼地板面积5,000平方公尺以上之政府机关购；二、营业场所总楼地板面积5,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公营事业；三、服务场所总楼地板面积5,000平方公尺以上之铁路车站、航空站及捷运交汇转乘站；四、营业场所总楼地板面积1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货公司及零售式量饭店；五、设有儿科病房之区域及以上医院；六、观光游乐业之园区。
前项场所唯一第三项前段锁定办法设置亲子厕所盥洗室者，直辖市、县市建筑主管机关应命其所有权人或管理机关负责人限期改善，其设置确有困难者，得由所有权人或管理机关负责人提具替代改善计划，申报直辖市、县市建筑主管机关核定，并核定改善期限。第一项亲子厕所盥洗室之设备项目与规格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建筑主管机关定制，相关商品标准之建立，由中央经济主管机关定制。本条自中华民国104年11月27日修正之条文，公布后2年施行。宣读完毕。增订第33条之二照协商条文通过，宣读增订第90条之二。第90条之二，违反第33条之一规定者，由直辖市、县市交通主管机关命其限期改善，切其未改善者，除所有权人或管理机关负责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还，并得按次处罚自己改善完成为止。违反第33条之二第二项规定未改善、未提具替代改善计划或未依核定改善计划之期限改善完成者，由直辖市、县市建筑主管机关处所有权人或管理机关负责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还，并命其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得按次处罚自己改善完成为止。第一项规定自中华民国104年11月27日修正之条文，公布后3年施行。前项规定自中华民国104年11月27日修正之条文，公布后5年施行。宣读完毕。增订第90条之二照协商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可否继续进行三读？请问有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7条，本法锁定事项，主管机关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就其权责范围，针对儿童及少年之需要，尊重多元文化差异，主动规划所需福利，对涉及相关机关之儿童及少年福利业务应全力配合之。主管机关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均应办理儿童及少年安全维护及事故伤害防治措施，其权责划分如下：一、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福利政策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相关事宜；二、卫生主管机关主管妇幼卫生、生育保健、早产儿通报、追踪、访视及关怀服务、发展迟缓儿童早期医疗、儿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医疗复健及健康保险等相关事宜；三、教育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教育及其经费之补助、特殊教育、学前教育、安全教育、家庭教育、中介教育、职涯教育、休闲教育、性别平等教育、社会教育、儿童及少年就学权益之维护及儿童课后照顾服务等相关事宜；四、劳工主管机关主管未满15岁之人劳动条件维护与年满15岁或国民中学毕业少年之职业训练、就业准备、就业服务及劳动条件维护等相关事宜；五、建设、公务、消防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维护相关之建筑物管理、公共设施、公共安全、建筑物环境、消防安全管理、游乐设施、亲子厕所盥洗室等相关事宜；六、警政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人身安全之维护及处罚预防、失踪儿童及少年、无依儿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监护人之协勋等相关事宜；七、法务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处罚预防、矫正与犯罪被害人保护等相关事宜；八、交通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交通安全、幼童专用车检验、公共停车位等相关事宜；九、通讯传播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通讯传播视听权益之维护、内容分级之规划及推动等相关事宜；十、户政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身份资料及户籍等相关事宜；十一、财政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税捐之减免等相关事宜；十二、金融主管机关主管金融机构对儿童及少年提供财产信托服务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相关事宜；十三、经济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相关商品与非机械游乐设施标准之建立及游戏软体分级等相关事宜；十四、体育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体育活动等相关事宜；十五、文化主管机关主管儿童及少年艺文活动、乐听权益之维护、出版品及录影节目带分级等相关事宜；十六、其他儿童及少年福利措施，由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依职权办理。第33条之一，下列场所负责之公共停车场，应保留2%之汽车停车位，作为孕妇、育有6岁以下儿童者之停车位；汽车停车位未满50个之公共停车场，至少应保留1个孕妇、育有6岁以下儿童者之停车位，但汽车停车位未满25个之公共停车场不在此限。一、提供民众申办业务或服务之政府机关构及公营事业；二、铁路车站、航空站及捷运交汇转乘站；三、营业场所总楼地板面积1万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货公司及零售式量贩店；
是设有儿科病房或产科病房之区域级商医院；五、观光游乐业之园区；六、其他经各级交通主管机关公告之场所。前项停车位置设置地点、空间规划、使用对象与方式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交通主管机关会商建设、公务、消防主管机关定之。第33条之2，下列场所应规划设置适合6岁以下儿童及其照顾者共同使用之亲子厕所盥洗室，并附设儿童安全座椅、尿布台等相关设备；一、提供民众申办业务或服务之场所总楼地板面积5000平方公尺以上之政府机关购；二、营业场所总楼地板面积5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公营事业；三、服务场所总楼地板面积5000平方公尺以上之铁路车站、航空站及捷运交汇转乘站；四、营业场所总楼地板面积1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货公司及零售式量饭店；五、设有儿科病房之区域及以上医院；六、观光游乐业之园区。前项场所位于第三项前段锁定办法设置亲子厕所盥洗室者，直辖市、县市建筑主管机关应命其所有权人或管理机关负责人限期改善，其设置具有困难者，得由所有权人或管理机关负责人提出替代改善计划，申报直辖市、县市建筑主管机关核定，并核定改善期限。第一项亲子厕所盥洗室之设备项目与规格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建筑主管机关定之；相关商品标准之建立，由中央经济主管机关定之。本条自中华民国104年11月27日修正之条文公布后2年施行。第90条之2，违反第33条之1规定者，由直辖市、县市交通主管机关命其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处所有权人或管理机关负责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至其改善完成为止。违反第33条之2第2项规定，未改善、未提具替代改善计划或未依核定改善计划之期限改善完成者，由直辖市、县市建筑主管机关处所有权人或管理机关负责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并命其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得按次处罚至其改善完成为止。第一项规定之中华民国104年11月27日修正之条文，公布后3年施行。前项规定之中华民国104年11月27日修正之条文，公布后5年施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增订第33条之1、第33条之2及第90条之2条文，并将第7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党团协商所作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宣读附带决议，请交通部针对铁路运输工具于6个月内研议提出适合亲子活动设施设备之规划及推动其成。宣读完毕。对刚才宣读的附带决议之内容，请问有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决定照案通过。本案已完成立法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请王委员玉敏发言。主席、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今天儿少法可以顺利三读通过，本席在这边要感谢包括我们的民间团体，包括家长们适时的跟我反映这些意见跟问题，还有我们的政府机关全力的支持，还有我们卫环委员会的委员共同的参与，让这个法条顺利的通过。我想今天法条通过有很重要的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未来我们家长带孩子出门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亲子厕所可以使用。目前在我们的法条里面呢，我们规范包括我们的政府机关、我们的公营事业、我们的火车站、高铁站、捷运站、航空站、百货公司、卖场、量饭店、医院及观光游乐区，未来这些达到一定规模都应该要设置所谓的亲子厕所。这个可以解决现行我们看到有一些爸爸带着小女生不知道上哪里的厕所，妈妈带着小男生不晓得要上哪边的厕所，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另外这次修法很重要的是，我们在上述的这些场所里面呢，也规范了应该如果设有公共停车场，要保留2%的汽车停车位作为孕妇及亲子的停车位。
那如果停车位少于50个的，至少应该要保留一个孕妇及亲子停车位。我想这个法的推动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这一些爸爸妈妈们带着小朋友出门的时候有更便利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国有少数的县市也已经开始设置所谓的孕妇停车位或亲子停车位，但是整体而言数量还是不够的。所以我想今天本席透过儿少法的修法很明确的规范，就是要打造一个更友善更便利的亲子的活动空间。未来我会持续推动，也请大家共同支持，谢谢。继续讨论事项第13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4年11月24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56条条文修正草案等4案，由杨超级委员玉兴担任主席，邀请卫生福利部蒋部长秉煌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另一邀请法务部派员备询。经与会委员充分讨论、审慎研究后，将本4案审查文件提请院会公决，并由召集委员杨玉兴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杨委员玉兴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维持现行法条文，宣读第增订第15条之一。第15条之一，中央主管机关对于可供食品食用之原料，得限制其制造、加工、调配之方式或条件，食用部位、使用量，可制成之产品形态或其他事项，前项应限制之原料品项及其限制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宣读完毕。增订第15条之一到审查会条通过，宣读第41条。第41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为确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装及食品用洗洁剂符合本法规定，得执行下列措施，业者应配合，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一、进入、制造、加工、调配、包装、运送、储存、贩卖场所执行现场查核及抽样检验；二、为前款查核或抽样检验时，得要求前款场所之食品业者提供原料或产品之来源及数量、作业、品保、贩卖对象、金额、其他佐证资料、证明或记录，并得查阅、扣留或复制之；三、查核或检验结果确实为不符合本法规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装及食品用洗洁剂，应予封存；四、对于有违反第8条第1项、第15条第1项、第4项、第16条，中央主管机关依第17条、第18条或第19条锁定标准之予者，得命食品业者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并封存该产品。五、接获通报疑似食品中毒案件时，对于各该食品业者，得命其限期改善或派送相关食品从业人员至各级主管机关认可之机关购，接受至少4小时之食品中毒防治卫生讲习调查期间，并得命其暂停作业、停止贩卖及进行消毒，并封存该产品。中央主管机关于必要时，亦得为情况规定之措施。宣读完毕。第41条照审查会条通过，宣读第48条。第48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经命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重大者，并得命情歇业、停业一定期间，废止其公司、商业、工厂之全部或部分登记事项或食品业者之登录。经废止登录者，1年内不得再申请重新登录。一、违反第7条第1项规定，为订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第2项或第3项规定，为设置实验室；二、违反第8条第3项规定，为办理登录；或违反第8条第5项规定，为取得验证；三、违反第9条第1项规定，为建立追溯或追踪系统；四、违反第9条第2项规定，为开立电子发票之无法为食品之追溯或追踪；五、违反第9条第3项规定，
未以电子方式申报或未以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之方式及规格申报；六、违反第十条第三项规定；七、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十七条或第十九条所定标准之规定；八、食品业者贩卖之产品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十八条所定食品添加物规格及其使用范围限量之规定；九、违反第二十二条第四项或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未通报辖区主管机关；十、违反第三十五条第四项规定，未出具产品成分报告及输出国之官方卫生证明；十一、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十五条之一第二项公告之限制事项。宣读完毕。第四十八条照审查委员通过，第五十六条维持现行法条文。全案经过二读，可否继续进行三读？请问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十五条之一，中央主管机关对于可供食品食用之原料，得限制其制造、加工、调配之方式或条件、食用部位、食用量、可制成之产品形态或其他事项。其项应限制之原料品项及其限制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第四十一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为确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装及食品用洗洁剂符合本法规定，得执行下列措施，业者应配合，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一、进入制造、加工、调配、包装、运送、储存、贩卖场所执行现场查核及抽样检验；二、唯一前款查核或抽样检验时，得要求前款场所之食品业者提供原料或产品之来源及数量、作业、品保、贩卖对象、金额、其他佐证资料、证明或记录，并得查阅、扣留或复制之。三、查核或检验结果证实为不符合本法规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装及食品用洗洁剂，应予封存。四、对于有违反第八条第一项、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四项、第十六条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或第十九条所定标准之予者，得命食品业者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并封存该产品。五、接获通报疑似食品中毒案件时，对于各该食品业者，得命其限期改善或派送相关食品从业人员至各级主管机关认可之机关后，接受至少四小时之食品中毒防治卫生讲习调查期间，并得命其暂停作业、停止贩卖及进行消毒，并封存该产品。中央主管机关于必要时，亦得为前项规定之措施。第四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经命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重大者，并得命其歇业、停业一定期间，废止其公司、商业、工厂之全部或部分登记事项或食品业者之登录；经废止登录者，一年内不得再申请重新登录。一、违反第七条第一项规定，未订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第二项或第三项规定，未设置实验室；二、违反第八条第三项规定，未办理登录；或违反第八条第五项规定，未取得验证；三、违反第九条第一项规定，未建立追索或追踪系统；四、违反第九条第二项规定，未开理电子发票至无法为食品之追索或追踪；五、违反第九条第三项规定，未以电子方式申报或未以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之方式及规格申报；六、违反第十条第三项规定，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十七条或第十九条所定标准之规定；八、食品业者贩卖之产品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十八条所定食品添加物规格及其使用范围为限量之规定；九、违反第二十二条第四项或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未通报辖区主管机关；十、违反第三十五条第四项规定，未出具产品成分报告及输出国之官方卫生证明；十一、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十五条之一第二项公告之限制事项。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增订第十五条之一条文，并将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八条条文修正通过。本案已完成立法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请王文玉明发言。主席、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本席感到非常的欣慰，今天立法院可以三读通过《食品卫生管理法》第十五条之一、第四十八条的修正，
这个法案的通过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最近大家热烈在讨论的有关于禁用人工反式脂肪，它获得了母法的法源的依据。未来我们会授权中央主管机关限制人工反式脂肪的使用，实施日期与限制方式由他们来公告，而一旦违反者最高可处以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我想大家都知道人工脂肪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是在国内，都有科学的数据的显示，特别是它对于心血管疾病的伤害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 FDA 他们事实上也已经发布要在未来的3年之内他们要去禁用人工反式脂肪的使用。那国内呢，本席在今年的6月就已经结合民间团体召开了记者会，然后也是诉求我们国内应该要跟进美国的脚步，要尽速的来公布我们未来要禁用。那当然非常谢谢我们这些团体的支持，还有委员的支持，还有我们主管机关也很快速的回应，让今天的这个法案可以顺利的通过。当然本席在这边也要特别指出来，虽然美国它要禁用反式脂肪的期程是3年，但是我也要求我们的主管机关，如果台湾我们的情况目前使用人工反式脂肪的情况没有美国这么高，而且我们改变的速度可以更快的话，那我们应该是要超越美国，不一定是要3年才禁用。如果这个期程可以赶得上脚步的话，我们尽速辅导厂商来加速禁用反式脂肪，让国人可以吃得更安心。继续讨论事项第14案，国民年金法第32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4年11月24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国民年金法》第32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等其案，由杨召集委员玉兴担任主席，邀请卫生福利部部长蒋品煌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另亦邀请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询。经与会委员充分讨论审慎研酌后，将本期案审查完竣提请院会公决，并由召集委员杨玉兴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杨委员玉兴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国民年金法》第32条之一。第32条之一，被保险人分娩或早产，得请领生育给付，其给付标准如下：一、分娩或早产者，按其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2个月生育给付；二、分娩或早产为双生以上者，比例增给同一分娩或早产事故同时符合本保险与相关社会保险生育给付或补助条件者，仅得择一请领。被保险人申请生育给付，并依本法第16条代数规定分期或延期缴纳保险费及利息者，其已缴纳金额不得低于给付总额之半数。宣读完毕。第32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可否继续进行三读？请问议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条文。第32条之一，被保险人分娩或早产，得请领生育给付，其给付标准如下：一、分娩或早产者，按其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2个月生育给付；二、分娩或早产为双生以上者，比例增给同一分娩或早产事故同时符合本保险与相关社会保险生育给付或补助条件者，仅得择一请领。被保险人申请生育给付，并依本法第16条但数规定分期或延期缴纳保险费及利息者，其已缴纳金额不得低于给付总额之半数。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国民年金法》第32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讨论事项第15案，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4年11月16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劳动基准法》增订第10条之1条文草案等四案，由杨召集委员玉兴担任主席，邀请劳动部部长陈雄文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另一邀请卫生福利部、司法院、法务部、经济部派员列席备询。经与会委员充分讨论、审慎研酌后，将本四案审查完竣提请院会公决，并由召集委员杨玉兴于院会讨论本案时作补充说明。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杨文玉兴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劳动基准法》增订第9条之1。第9条之1，未符合下列规定者，雇主不得与劳工为离职后竞业禁止之约定：一、雇主有应受保护之正当营业利益；二、劳工的任职职位或职务能接触或使用雇主之营业秘密；三、竞业禁止之期间，取与职业活动之范围及其及就业对象位于合理范畴；四、雇主对劳工因不从事竞业行为所受损失有合理补偿，且向第四款锁定合理补偿，不包括劳工于工作期间所受领之给付。违反第一项各款规定之一者，其约定无效。离职后竞业禁止之期间，最长不得逾2年，逾2年者缩短为2年。宣读完毕。增订第9条之1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宣读增订第10条之1。第10条之1，雇主调动劳工工作，不得违反劳动契约之约定，并应符合下列原则：一、基于企业经营上所必须，且不得有不当动机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规定的规定者，从其规定；二、对劳工资、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未做不利之变更；三、调动后工作为劳工体能及技术可胜任；四、调动工作地点过远，雇主应予以必要之协助；五、考量劳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宣读完毕。增订第10条之1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宣读增订第15条之1。第15条之1，未符合下列规定之一，雇主不得与劳工为最低服务年限之约定：一、雇主为劳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并提供该项培训费用者；二、雇主为使劳工遵守最低服务年限之约定，提供其合理补偿者，其向最低服务年限之约定，应就下列事项综合考量，不得于合理范围：一、雇主为劳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之期间及成本；二、从事相同或类似职务之劳工，其人力替补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劳工补偿之额度及范围；四、其他影响最低服务年限合理性之事项。违反前二项规定者，其约定无效。劳动契约应不可归责于劳工之事由，而与最低服务年限届满前终止者，劳工不负违反最低服务年限约定或返还训练费用之责任。宣读完毕。增订第15条之1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44条。第44条，15岁以上未满16岁之受雇从事工作者为童工，童工及16岁以上未满18岁之人，不得从事危险性或有害性之工作。宣读完毕。第4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宣读第46条。第46条，未满18岁之人受雇从事工作者，雇主应制备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书及其年龄证明文件。宣读完毕。第4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可否继续进行三读？请问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9条之1，未符合下列规定者，雇主不得与劳工为离职后竞业禁止之约定：一、雇主有应受保护之正当营业利益；二、劳工担任之职位或职务能接触或使用雇主之营业秘密；三、竞业禁止之期间，区域职业活动之范围及就业对象位于合理范畴；四、雇主对劳工因不从事竞业行为所受损失有合理补偿，且向第四款锁定合理补偿，不包括劳工于工作期间所受领之给付。违反第一项各款规定之一者，其约定无效。离职后禁止竞业之期间，最长不得逾2年，逾2年者缩短为2年。第10条之1，
雇主调动劳工工作不得违反劳动契约之约定，并应符合下列原则：一、基于企业经营上所必须，且不得有不当动机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二、对劳工之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未作不利之变更；三、调动后工作为劳工体能及技术肯胜任；四、调动工作地点过远，雇主应予以必要之协助；五、考量劳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第十五条之一，未符合下列规定之一，雇主不得与劳工为最低服务年限之约定：一、雇主为劳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并提供该项培训费用者；二、雇主为使劳工遵守最低服务年限之约定提供其合理补偿者，前项最低服务年限之约定应就下列事项综合考量，不得于合理范围：一、雇主为劳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之期间及成本；二、从事相同或类似职务之劳工其人力替补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劳工补偿之额度及范围；四、其他影响最低服务年限合理性之事项，违反前额项规定者，其约定无效。劳动契约因不可归责于劳工之事由而于最低服务年限届满前终止者，劳工不负违反最低服务年限约定或返还训练费用之责任。第四十四条，十五岁以上未满十六岁之受雇从事工作者为童工，童工及十六岁以上未满十八岁之人不得从事危险性或有害性之工作。第四十六条，未满十八岁之人受雇从事工作者，雇主应制备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书及其年龄证明文件。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劳动基准法》增订第九条之一、第十四条、第十条之一及第十五条之一条文，并将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六条条文修正通过。报告院会，本日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到此为止。十二月一日星期二上午九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